好啦，歡迎各位球迷收睇由東網為大家帶嚟嘅中銀人壽香港超級聯賽。今日咧就冠中南區會喺主場香港仔運動場咧迎戰標準流浪嘅。咁啊，未開波之前咧，真係要讚一讚入場嘅球迷啦嚇。咁啊，雖然咧現場嘅環境就真係比即係同想象中一樣咁慘烈嘅。咁啊，因為主看台嗰度咧就之前打風啊冧咗啦。咁啊，而家就正係研究緊個結構上邊有冇問題。咁嗰邊咧就唔開放。結果入場的球迷就要坐在對面沒有上蓋的看台，大家其實一陣會看到的，真的很熱的現場，上面就曬下來，下面的鐵凳就粘翻上去，大家可以想像下坐在那裡幾咁過癮。雙方球員都進了場，跟平時的程序有些不同。轉頭有陣容就再同大家介紹一下啦。標準流浪就原本就第一周就會出場噶啦，咁啊當然，咁但係因為個改期嘅關係就輪到第二周先亮相。咁啊冠中南區就踢咗一場噶啦，咁啊第一場咁啊令人有啲意外啦，咁啊主場輸咗俾呢個香港飛馬1-0嘅。咁我哋睇睇冠中南區嘅出場名單啊！29號門將謝德謙，2號沈國輝，4號劉學銘，6號列文，7號梁子俊，8號陸志豪，11號蘇沙，12號許宏峰，15號馬天尼斯，18號車潤秋，21號馬高斯。我哋睇睇另一邊啊，另一隊嘅標準流浪嘅出場名單啦。22號王洛，2號徐雲傑，4號摩域治，5號卡拉石，6號基頓，7號卓耀國，8號黎諾賢，10號劉卓軒，11號廖培峰，12號鄭少君，14號張國明。咁啊，唔好試下，應該22號咧係門將奧力斯先啦，係嘛？足總嘅註冊名單就變咗卡拉石，但其實我哋之前佢嚟呢個球員啦，嚟踢公民嘅時候啦，我哋都係嗌做譯佢個名字做卡石嘅。咁留意翻啊，頭先標準流浪啊22號嘅球員咧係應該奧力斯，咁啊依位門將咧咁上季咧效力呢個標準好天啊。咁啊，見到列文咁啊，翻嚟香港啊，回歸依個本地嘅聯賽，咁啊，加盟咗依個冠中南區。咁啊，之前喺傑志嘅表現都係十分之出色嘅。好啦，咁啊，開波，全同三啊，左攻右嘅就係全光幕左攻右嘅就係主隊冠中南區。咁啊，客軍就係標準流浪，咁啊，藍衫白褲嘅。大家可能見到平時今日睇波嘅角度咧，同平時有少少唔同啦，咁啊請見諒啦。咁啊，因為咧嗰個主場館嗰邊嘅關係咧，咁啊封咗，咁我哋一啲嘅 set up 咧都同平時有少少分別啦，咁啊推前咗，咁啊所以個角度咧有少少唔同啦。啊，咁見到摩域治，哇咁一個解圍咁啊，但係就竟然踢咗上去俾人截咗。摩域治之前就佢又經阿巴富沙介紹嚟香港就效力呢個太陽飛馬嘅，咁頭半季嘅表現就好搶鏡啊，咁但係第二季就可能競爭大咗啦，咁球隊入邊咁表現就稍稍回落嘅，咁但係都係一個好硬淨啊、好難打嘅中堅嚟嘅。好啦，見到阿軒。劉俊軒攞咗個波放去左邊俾阿卓耀國，阿卓耀國啊咁啊嘗試擺脱阿劉學銘，咁啊劉學銘啊身形啊真係十分好㗎，咁啊又大隻又夠健頭，咁啊見到梁子俊
哇！一個轉身，破唔破到越位？咁啊，侯正雅認為蘇沙係插水，咁啊俾咗個黃牌佢。咁我哋睇睇有冇慢鏡頭睇啊，即係覺得有少少。我哋睇睇啦，咁啊馬高斯好靚啊，俾個波落去一個直線。咁啊蘇沙見到奧力斯出嚟，咦哇咁啊真係喎，如果慢動作睇就冇接觸嘅喎。咁啊奧力斯出嚟嘅時間就好好啦，咁同埋手長腳長啦嚇。咁啊一。嘢咁啊打橫瞓落去，咁啊蘇沙避得嚟咧，咁啊順勢跌埋，諗住起碼一掂到咧，咁啊有機會球證劉仿希咧會判呢個十二碼啦。咁啊如果照睇翻慢動作重播啦嘛，咁啊劉仿希依次就正好正確啦。好，胡蘇魯馬高斯。一個長傳就放咗上去，咁啊再爆過啦。咁啊蘇沙剪咗個新嘅髮型啊。陸志豪咁啊，啱啱喺熱暑期間咧就做咗人老公啦。咁啊同啊拍咗拖好多年嘅好朋友結咗婚。咁佢自己咁樣 Facebook 咁樣介紹佢太太啊。咁啊，張國明咁啊，踢翻左後衞啊！咁啊，依個係佢自從當年離開咗神曦之後咧，就好多都出任過依個位置好多次噶啦。咁啊，上季就響 RNF 富力嗰度啦。咁其實佢個表現都唔差嘅。上半季咧，咁啊同阿卓耀國啊都好有火花噶。咁但係最後就～季中就被啊放棄咁啊，解咗約嘅，咁啊轉投咗標準浩天，咁啊見到迪恩，咁啊依個前南斯拉夫啊世青杯嘅冠軍，咁啊之前我同佢住得好近嘅，之前嚟香港踢依個快翼通嘅年代啊。咁去佢屋企咧，第一件事就攞啲舊報紙我睇啦，跟住就俾餅錄影帶我睇，就係當年決賽嘅片嚟嘅。哇！依家落腳，咁啊見到阿謝將啊，阿基頓東方龍獅嘅謝將，依家其實馬高斯避過阿卡拉石啊，卡石咧都已經好嘢噶啦，咁但係。後面阿基頓第一時間就穿落嚟，好見到劉學明，哇俾得好靚喎！大佬落到底線出唔出到？扣順左腳出翻嚟，好咁啊！大佬啊，搞完一大輪，咁結果都係冇辦法啦。咁啊，見到阿國翻到嚟幫手。哇！呢度係混戰嚟嘅，呢度哇！依下落腳都係嗱卡石啦，即係卡拉，即係我都係可能嗌翻卡石，大家會球迷會容易啲啊聽慣啲。咁啊見到依下落腳，咁啊之前咧就效力依個印尼嘅球隊阿雷馬，咁啊嚟有嚟香港一齊踢依個出戰過依個亞協杯噶。咁當時正正就係教練咧，應該係就係迪恩。幾支大撐啊，雙方都好多支高佬噶，好多個高佬。好，咁啊睇下啲庫房點樣啦。我一個假嘅。哦，咁啊依下阿子俊咧扯埋佢咧就唔夠即係。唔係好夠弧度啊！咁啊，奧力斯一睇睇到咧，就出嚟攞住個波。咁標準流浪咧，咁門將咧，除咗阿奧力斯之外咧，另一個門將就係黃子揚啦。
咁其實佢據講佢手啊有少少傷咁啊，睇下一陣會唔會有需要啊？應該照計就唔會有需要嘅，咁啊除非落後咁啊要焗住變嘅啫。咁啊，佢哋有前鋒嘅阿根廷嘅前鋒基斯頓啊，咁啊暫時冇辦法上陣住啦。咁啊，因為個外援額嘅關係啊。咁啊，講講啊，等低球波先啊。我見影住阿徐雲傑啊，咁啊之前咧，哦依下局踢啦，依下逼到去嗰度啊，第一下拉完佢之後，佢唔甩腳咁啊要局踢，唔係佢就落底線噶啦。咁啊徐雲傑啊，之前代表香港啊，喺呢個新加坡嘅熱身賽咧係有上到陣嘅，咁佢好開心啊。好，咁睇下陸志豪點樣處理啦。嗱，佢慣常咧就真係會扯埋去龍門嘅近處個頂嗰度嘅，咁睇下會唔會咁樣做啦。係咪開近處啊？反而力度唔係好夠喎，咁啊睇嚟。蘇沙甩唔甩到腳？啊，咁見到咧標準流浪嗰邊嘅後幾個後衞咧都落腳都好狠噶，去到好盡咁啊！依個真係可能要留意啦。咁啊，心急咗啦，應該係啊，係咪啊 ？B B 嚟嘅咧，黎諾賢出球波。咁啊，徐雲傑攞翻。又交翻後啦，冇位去啦。咁見到咧，冠中南區咧，因為佢 Ricky 咧，鄭少聰啊，慣常用呢個五個後衞啦。咁咧，所以佢哋嗰個防守方面咧就好密嘅後防。咁啊，尤其是回防嘅速度咧，亦都好高。好啦，冇位啦，又要猜後啲啦。基頓，咁基頓呢幾年咧都係過住外借嘅生涯啊，咁啊等到夠日子，咁啊放棄呢個巴西國籍，咁啊睇下幾時可以轉到呢個本地啦。咁啊，今場波啊，咁啊，冠中南區咧，會方咧好有心咁，其實就唔想啲球迷太辛苦。咁雖然今日都好多球迷啊，擔住遮啊，有啲籃球迷就除埋上衫啊，順便曬埋太陽咁啊，喺度睇波。咁啊，但係會方咧都係唔想你太辛苦啦。咁啊，亦都安排咗直播嘅。啊，咁球有啲誤會啦，俾咗落個真係空位嗰度啦，空到咧冇咗人嘅。廖培峰，廖培峰咧，其實依幾季咧都係跟住阿焦仲文教練啦。咁其實今季咧，其實一直都傳咧，佢哋都會繼續合作嘅。咁啊，但係結果最後咧，就兩個都唔喺原先講嗰隊波度。咁啊，焦仲文啊就去咗，而家就去咗夢想 FC 啦。咁啊，廖培峰咁啊，最後就加盟咗呢個標準流浪。第二次咯喎，亦都係放落空位嗰度，但係隊友咧就接應唔到啊。咁啊，講講阿謝德軒啊，咁啊啱啱幫香港喺港澳浮制賽嗰度贏咗個冠軍啦。咁其實佢自己就好開心嘅，咁啊起碼真係可以為香港隊上陣啦。咁啊，但係佢心願咧始終都係再次入翻呢、這個即係我哋口中嘅 A 隊啊，即係大港腳嘅。好啦，又收咗啦。咁啊，謙咧就應該十二月咧就佢個 B B 咧就出世啦。咁啊，呢度恭喜住佢先啦。依個半年咧都下半年都好多球員做爸爸啊。哇！依下個俾落去俾馬天尼斯截咗啦。哇！喺度搶得好勁喎。哇！依下馬高斯依下落嘅就～點解會踢唔到個波呢？自己係咪自己有少少可能同個場地咧比較爛都有關啊？咁點解咁講咧？其實比賽前咧都有機會喺度練過波嘅，咁啊主隊啊，咁啊八卦啦，問下佢哋個情況點啦。咁其實佢就話，其實草嘅質素咧就
OK 嘅，保持到嘅。其實大家睇落去都見到，好綠啊，好茂盛嘅。咁但係因為本身嘅地下泥底咧，就會咧因為之前嘅雨水咧，就令到佢哋比較淋啲。哇！依下爆落去，依下就薄懵，依下純粹就薄懵啊！不過佢毫無任何投訴嘅表示咧，可能球證就唔覺得佢係一個插水啊，但係都要小心啲啦。乜冠中南區今季其實就有啲球員離隊啦，亦都加咗好多球員嘅。咁但係其實咧，今場波咧，佢哋可以用嘅球員咧，就唔係咁多嘅啫。咁點應該話入到大軍名單嘅球員啊？咪因為之前咧呢個加洛斯啦，第一場波咧就踢咗一陣咧，就應該係拉傷咗啊！踢完嗰場波。咁另外加拉道啦，養傷嘅，仲未好翻曬，咁但係都操得好緊要噶啦。預期咧就十月會復出。又落唔落到底線啦？哎呀，哇！呢個出到其實個位好靚嘅喎。咁啊，見到大佬，咁啊，見到阿鄭少君好勤力啊，拍甩咗個波啊！好，子俊回翻俾佢。哇！依下咁啊，見到啊兩個前隊友啊，咁啊張國明咧依下落腳就拍甩咗啊，摟到啊子俊。咁啊張國明啊，我哋之前有時整蠱佢咧，嗌到肥明啊，咁但係其實應該就瘦咗好多噶啦。好，咁啊睇下六字咪點樣處理呢個罰球啦！哇，又扯得唔夠高喎，又係咁樣。好，大佬得唔得？哦，反而依下大佬就唔石力啊，瞓埋落去，傳翻埋中間，又射省中。哇、哦！咁啊，冠中南區咧有球員就投訴省中標準流浪球員嘅手㗎，咁我哋睇下係咪啦。嗱，見到大佬依下爆落底線，再拍翻出嚟，掃殺無位啦，俾翻後，跟住只進一射，咁啊省中咗對方出嚟嘅防守球員啊，咁啊冇得，應該就冇得foul嘅，咁啊影住阿新李志豪啊。徐宏傑，咪仲係好似好小朋友咁樣啊，二十歲，喺記者會見到佢訪問，啲記者嗌佢做辛苦哥或者新李志豪咧，咁啊佢都顯得好尷尬、好怕醜咁樣。咪標準流浪咧，其實咧比好多隊球隊咧都仲要。早開操嘅，咁啊只不過佢哋嘅官方正式拜神開操就好遲啫，但其實佢哋好早咧就已經做定功夫噶啦。哎呀，嗱依下其實鄭少君就見到佢起腳有啲心思啊，佢想避開對方嘅後衞咧，佢就唔抽，就諗住扼去遠處、燙去遠處咁樣嘅。咁依下就諗到做唔到啦。哇！迪恩唔怕熱嘅喎，咁啊，今場嘅球證嘅主裁判就係、是、主球證就係劉仿希啦，咁啊兩邊旁證就係周俊傑同埋鄭金榮啊。麥高斯佢自己都講過啦，嚟到冠中南區啦，轉會嚟咗冠中南區之後咧係。哎呀，我仲諗住有機會，所以唔講啊。咁啊，馬高斯係講過嚟到冠中南區咧，係令到佢即係個發揮好好多。咁可能個踢法上邊啦，咁啊依度以佢進攻以佢為一個重心。咁啊相反，即係之前響前度球會傑志咧，咁啊可能選擇比較多。
好啦，又是考驗下冠標準流浪的防守的能力啦。好，一開開去到遠處，咁啊見到係基頓咧，都係啊挑戰啊列文噶啦。咁啊列文啊，一個好有紀律啊，生活上面好有紀律，一個好有經驗的球員啦。咁啊！依場波咧，其實賽前仲有一個消息咧，就係話養傷咗一段時間嘅咁啊，之前響效力南華嘅陳文輝咧，咁啊都好可能咧啊有機會咧會後備上陣喎。咁啊睇翻個情況啦。咁啊，列文啊，啲身形真係 keep 得好好啊！有兩個小朋友，一個在香港出世，一個效力去了馬超落班的期間就在馬來西亞出世。現場真的很熱，再次說，其實第一場波冠中南區對香港飛馬之後，雙方的球員都在 Facebook 呢留言咧就唔係讚自己啊，讚隊友啊，係讚入場嘅球迷，咁啊真係好抵讚啊，真係。係啦，咁啊都再次講講啦，咁啊即係今日嘅環境啊，大家見到啦，咁啊見到冠中南區嘅球迷啦，應該去官方球迷會又有啊，另外南區死忠啊，亦都係球迷的組織，咁亦都喺度啦。一個波放上去，又是馬高斯。咁但係馬高斯咧，似乎咧啊，真係以佢為重心啦。咁對方亦都好似咧都知道依樣嘢，咁啊落重料嚟對付佢。哎呀，依下就人前波後啦。呢個開季前就話要減肥的劉卓軒，大家球迷看看他有沒有瘦到呢？我看呢就真的尺寸上是小了一點，但應該還要再瘦一點才可以。好，陸子豪示意立，他用手示意隊友，為什麼沒有人走位？冇位去啦，咁啊焗住又去翻後。嗱，太多橫傳咧，其實就冇乜著數啊。因為咧標準流浪嗰邊咧幾個球員嘅速度都好高。好啦，去到左邊。咁啊，今場波咧，由於啊陳廣斌啦同埋史必咧兩個上場波攞紅牌嘅，咁啊令到陣容咧變化都比較多。咁啊，劉學銘呢球波咧又係俾得大力咗啦。但佢身形就真係一流啦。咁點解成日咁多次提依樣嘢咧？就係其實好多教練啦，或者球圈嘅其他嘅隊球員啦，咁我哋有時傾偈都會覺得其實劉學銘即係新一代嘅防守球員噶啦，港隊已經冇得走噶啦。咁但係咧，佢就要努力啲去改善下嗰個硬淨，提高個硬淨程度。咁啊，睇一睇阿列文點樣做，又係冇位去咧，焗住喺打後邊猜嚟猜去咧，又係即係唔係一個太過嚇上策嚟嘅。咁啊，因為變陣嘅關係啦嘛，車潤秋咁啊，今場波都有得上陣啊嘛，亦都係一個南區嘅新球員。
咦，依幾下 OK 喎、啊？哎呀，咦，咁啊球正話個波未出曬界，咁但係標準流浪後備席嘅球員就好大反應啊！好嗱，蘇州foul啦，用手。我睇睇啦，哈哈，個身位上面咧蝕咗啦，咁跟住蘇沙焗住用手去搲一搲，咁啊徐雲傑啊啲身形上邊咧，咁啊佢仲要練大隻啲啦，咁但係佢啲蝕位啊時間嗰啲咧都係 OK 嘅。嗱，依下譬如俾深啲仲好啊，第一時間阿廖培峰俾深啲俾落去咧，個效果會好好多。亦都講下今季，譬如馬天尼斯啊、加域斯啊呢啲新加盟嘅球員咧，咁其實本身個技術係好好嘅，咁啊包括譬如加洛斯咧，啊 Vicky 咧，咁啊對佢嘅期望都好高啊，因為佢話佢喺進攻上面咧可以踢到幾個位置嘅，咁但係咧似乎咧佢哋對於香港呢個天氣咧就難以適應啲啦。我依下俾得好靚啊，大佬俾到個位度。咁但係咧，應該張國明嗰啲就好熟啊，指進啲路數啊，所以咧幾次嗱，指進咧想揾著數咧，都係揾唔到啊，咁可能要諗計啦。好啦，咁啊蘇沙忍唔住啦，要爆啦，咁喺嗰個位度轉身，其實個角度就好細嘅。咁但係都要射咗佢啦。好啦，要睇睇軍醫入去治理一下啦。咁啊，趁呢個時間咧啊，一有機會啊，唔係抽水啊，一有機會係飲水。哇！熱死嚟啊，真係。我廣播的位置都好啲，咁啊有個細細地嘅棚啦，咁啊因為有啲器材嘅關係，但其實都係好熱嘅，周圍都係。嗱，見到啊好多籃球迷咧都順便曬埋日光浴啦。咁啊，依下咧廖培峰應該係中咗個。要害上邊嚇小腹肚腩嗰個位啦嚇，咁即係攝咗袋冰落去嘅。有球迷俾意見我啊，叫我大聲少少喎，我話大聲啲啦，因為我成日同啲球迷講笑，唔想聽到我把聲咧，就唔該入場啦。咁啊，見到另一個胡鬚佬啊，馬天尼斯，馬天尼斯咧踢呢個中場嘅位置咧，就佢個路數都 OK 嘅喎。佢啲隊友咧都啊對佢嘅推崇備至嘅，係啦，馬高斯咪走埋去啊聊一聊啊奧力斯先。咁奧力斯之前咧，啱上季踢呢個標準浩天之前咧，咁啊季初咧就喺港會嗰度咧試過腳嘅。咁啊！但係最後輾轉咧就去咗標準浩天。咁啊，睇到依一刻啦，咁嘅季前啊，咁啊被唔好話標籤嘅，咁其實都係一個統稱啦，咁啊少少包裝嚟嘅啫，就話華孩子兵團啦。咁啊，好似譬如啊張國明啊、卓耀國啊，哦依下冇吹罰到喎。
咁啊，馬高斯同旁證啊少少反映意見，點解球波唔 foul 啊？哇！張國明掉上去，我頭先講過啦，咁啊幾個菲力咧都話，即係啊，我哋好多球迷口中嘅立立啦嚇，就講幾個壞孩子兵團咧嘅依個暑假咧都有好多嘅改變嘅。咁啊，起碼佢話即係菲力都講啦，係咪真係改變咗都好，你起碼佢表現出嚟咧係同之前好唔同。喂、哎，啊依下好靚啊！依下俾落去。不過列文咧位置感始終咧係好好噶，雖然有球迷之前都講，即係公布佢加盟之後就會覺得會唔會佢速度慢啊？咁大家睇下睇落去就知道佢點樣啊情況啦。咁你年紀大咗咧，咁啊自然咧速度係會有少少下降咁，但係其實佢多咗嘅嘢就係路數啦、經驗啦，咁加上本身嘅身體對抗性係好強啊！嗱，球迷們見到有少少去到兩邊球場嘅邊線嘅底線附近啊，點樣個邊度有啲嘢遮住咗嘅咧？就唔係我哋特登嘅，係因為現場咧有一啲嘅工程喺度，咁啊，所以先有呢個情況啫。咁我哋都盡量避噶啦。啊，咁啊，睇下。仲係有少少肚腩仔喎嚇，有冇見到啊？聽到阿迪恩啊，好大聲喺場邊度嗌啊！咁啊，迪恩當年喺印尼踢波咧，好出名。咁啊，太太都係印尼嘅藝員嚟嘅。咁啊，結咗婚之後。生咗有個仔咧，叫 Stephen， 咁即係英文嘅 Stephen 咁上下啦。咁啊都好靚仔嘅，咁啊都係踢波嘅，咪踢緊青年軍嘅喺香港。好啊，一個傳入去，基頓頂翻出嚟，跟住許宏峰啊嗰、那個位其實咧射咗佢都係正確嘅，因為如果你搞咁多嘢，嗰、那個位俾人一拍咧，你嗰邊。右邊傳你防守的左邊啊，即進攻嘅右邊咧就吉曬噶啦。咁啊，見到阿卓耀國啊，咁啊其中一個好多新聞嘅球員啦。咁其實可能好多球迷都知啦，咁啊之前啊我撐本地波其實都寫到好白噶啦。的而且確咧，就而家巴富沙咧就嘗試咧就將佢帶去馬來西亞嘅，正正喺呢個佢哋嘅季前集訓就喺怡保同埋呢個檳城啊嘛，我哋睇埋呢球波，哦，依下落腳就其實佢都收噶啦，馬天尼斯都收噶啦，咁但係都跪咗落去啊李培峰度，咁啊應該檳城咧就。當日有賽啦，喺呢個我指隊球隊檳城，就喺檳城嗰度同標準流浪踢熱身賽嘅時候咧，佢哋球會嘅人士啦，咁啊仲有啲其他球隊嘅人咧，就同阿巴富沙入咗場睇阿卓耀國嘅。咁佢哋初步嘅評價咧，就係佢覺得佢好聰明啦，踢波咁啊有速度同埋好夠膽識嘅。咁啊，巴富沙亦都話會盡力幫佢幫手完成呢次嘅嚇、外流噶啦。咁但係而家咧就首先要做咁啊，就係阿國當然自己生生性性啦嚇。咁啊，等人哋譬如巴富沙而家都係喺嗰邊睇緊直播啦，咁亦都或者睇翻啲精華片段咧，起碼知道佢真係個表現係 OK 先得嘅。哇哇哇！基頓都咁硬淨，都硬食咗嘢之後都要縮縮啦。咁啊，四個後衞噶踢，標準流浪，咁啊左閘啊張國明咁表現就真係 OK 喎、啊。
啊，大佬依下好嘢啦！咁啊，大佬咁啊，繼續踢緊啦。咁啊，但係大佬嘅細佬咧，沈國強咧就已經選擇咗離開啊頂級聯賽啦。哇！依下嗱，攝得好靚啊！依下咧，其實一次做咗一次攻勢噶啦嚇。咁啊，見到成個攻勢就鄭少君放落去。卓越國特登漏，跟住卡石傳去近處，跟住應該係 BB 嚟㗎嚇。黎諾賢咧一攝埋去快腳，就唔中啦。咁但係都係令到即係一次唔錯嘅嘗試啊。你哇！依下又落腳，喂！依下可能要警告下佢啦。跟住嗱，睇下阿傑仔一下咧，其實佢係擺過咗咧，避過咗馬天尼斯噶啦。咁馬天尼斯就焗住落埋腳，咁好彩阿馬高斯咧順勢就射身避開埋啊！如果心腸壞啲嘅咧，咁啊阿傑仔就麻煩啦。今季啦，好多隊咧個球衣咧都係全新設計嘅，包括今日依兩隊波啦，冠中南區同埋標準流浪都係。呢波衫其實好靚啊！咁啊，詳細如果球迷有興趣買咧，就要留意翻佢哋嘅官方專頁嘅介紹啦。咁啊！依個時候咧，見到標準流浪嘅球員咧，都被嗌去熱身啦。咁啊！突然咧，現場咧天色咧就突然之間咧就冇咁曬啦。咁啊！但係有啲黑雲喎，唔好揾啲咁嘅嘢搞喎，真係。蘇沙有球。有教練咧曾經講過，會唔會將蘇沙擺最前咧？佢個威脅係最大啦。咁但係無論點都好啦。咁而家個情況咧，就正中鋒應該個位置咧都係馬高斯咧都好穩陣噶啦。咁啊，徐雲傑咧應該咧頭先有少少流血啊嚇。傷口，咁而家咧就變咗軍醫，就捉埋咗喺牆邊嗰度咧治理緊。咁而家係踢少一個噶嚇，標準流浪。哦，原來真係爆咗鼻，小事啫係嘛？如果斷咗鼻骨咧，其實就好恐怖啊，因為譬如。之前啊，球員啊，潘文迪啦，咁啊，我哋成日有陣即係當年啦，咁佢就話做個，如果你斷個鼻骨，你做嗰個手術咧，就真係好痛，啊個塞好多嘢入去嘅，要塞完，跟住又唔知點樣先幫你去整，但係咧整完出嚟咧就靚仔好多咁，咁啊唔知阿迪講真定係老點我啦嚇，好啦，依下俾落去。蘇沙如果純粹用腳法咧，就應該可以避過摩域治嘅。哇！但係佢唔選擇啦，佢交翻後，六支後放入去，又係漏咗。哦，漏頂之後，咁啊應該中咗呢個標準流浪嘅後衞啦。咁啊球證旁證示意係角球嘅。系啦，頂唔到之後俾阿卡石頂走咗啊！好啦，嗱，而家其實咧見到執緊波過嚟咧，阿梁子俊咧就不斷舉高個波啊，咁啊借啲椅咁啊，其實咧喺度示意緊一啲嘅暗號啦。
咁啊示意咩咧？咁啊睇埋佢斬咩嚟就知啦。哇！全部停曬。哇！依下好奇怪啦。嗱，依下其實咧，標準浩天咧就認為啊 ，sorry， 標準流浪啊，標準流浪嘅球員咧就認為有犯規。冠中南區嘅球員，咁啊見到啊張國明倒地之後咧，就全部咧停曬嘅。咁但係球證冇表示喎，咁啊結果咧就搞咗一輪混亂出嚟啦。啊，我都好混亂啊！好啊，冇事啊，肥明啊！好啦，咁啊，俾翻个波，对方再嚟多。咁啊，究竟啊，陈文辉有冇机会上阵咧？咁啊，要睇下个战况发展啦。咁同样咧，基斯顿会唔会有机会落场咧？亦都睇下个战局发展成点样。因为我相信，如果冇太大改变咧，就唔应该会有调动噶啦。嗱，依下咧，依下二段攻擊嚟嘅，依下，我哋睇睇啊，其實唔係依下，再嚟嗰下，好啦，蔡耀國上埋去，將個波放去遠處，但係陸志豪咧就落腳中咗阿廖培峰，咁啊懟埋埋阿角嗰度，哇！廖培峰今日都多災多難喎，今日。頭先啊，小染之前啊，左邊大髀，而家啊到右邊。咁啊，迪恩啊，球員時代咁啊，都效力過香港好幾支大嘅球會啦。咁啊，亦都幫港聯咧都攞過好多無數啊，立下無數功績噶啦。大家如果有啲印象咧，應該會對佢拍阿卡根諾夫幫港聯打依個後咧，係嗰個表現咧係好出色嘅。咁啊，即係又係想當年啦，當年嘅港聯，當年嘅賀歲波咧，的而且確咧，真係俾香港好多球迷留下咗好多深刻嘅回憶㗎。好，卡石咧喺中場啊，唔止搏腳啊，佢嘅攔截，由個防守轉翻去進攻嗰度咧，佢係處理得好好。大家留意一下，佢好少咧將個波即係清就咁齋清走個波，佢係做咗好多嘢咧，係希望唔嘥個波，幫隊友咧製造機會去進攻。唔係要當然要隊友去配合到佢啦。得一個好波，一個大膽就冇用嘅。我謝德軒啊，依場波受考驗嘅到依刻咧，受考驗嘅次數就好少嘅啫。係頭先嗰下，由黎諾賢快腳射近處嗰下咧，就要佢落一落地。咁啊，廖培峰之前一直都俾大家印象就好大膽、好肯踢嘅，不過咧啲脾氣咧就火爆啲，咁啊要處理一下啦。啊，好嘢啊嚇！當然好嘢就蘇沙啦，擺脱咗對方，咁啊攞咗個大位，諗住刮埋嚟中間。咁啊摩域治咧依下亦都係手長腳長啊，利用翻佢自己嘅優勢咧就去做。破壞了對方呢次嘅傳中球啦！唔知關唔關逆風嘅關係啦嚇，咁其實冠中南區幾次嘅角球攻勢咧，開出嚟嘅波咧都應該唔係幾到位嘅。嗱，睇下球波，想扯高。開近處又唔似咁樣啊！不過依下咧就慢動作就見到咧，阿劉卓軒咧有少少出術㗎，拉拉對方，等大家等對方咧冇辦法第一時間做個射門。哇！風雲變色啊，現場
保卫力斯，马天尼斯好嬲，马天尼斯球证又话佢顶波嘅时候咧，双手揿住对方，好啊，标准浩天做咗次攻势，阿卓耀国咧嗱，依下咧就谂住自己爆入去，咁可惜咧就失咗啦。咁啊，刘卓轩咁啊，过去嗰两个球季咧都系坐多噶。以下陆志豪嘅一下传波，咁啊省中咗啊，省中阿卡石个罩门啊，应该阴功咯。咁啊，好有风度啊，冠中南区球员都将个波踢走先。大家睇睇啦，現場真係無遮無掩噶嗰度。咁啊，但係今日咧入場嘅球迷咧都會主隊啦，都安排咗啲嘢飲啊，俾啲球迷。咁啊，球迷會嘅球迷咧就更加有福袋啊，或者有多啲嘅印章，咁啊真係好有心。咁啊，呢場波其實大家除咗可以響東網睇到直播之外咧，都可以在冠中南區的 Facebook 嗰度睇到喎。哎呀，好靚喎！依球傳埋嚟嚇，咁就係馬高斯咧個位置就蝕咗一步啊，俾人哋蝕咗埋去先。嗱，依下咧就係徐雲傑咧就自己嘅身形咧唔及對手，但你正如頭先所講啦。佢啲攝位啊，嗰啲咧就好有功夫嘅。咁依下咧，其實咧就蘇沙講真咧，佢落到嗰個位度冇辦法出到個波噶啦。咁佢就順勢。咁啊，徐雲傑的而且確有犯規之嫌嘅，咁啊順勢跌埋落去，咁球證就吹咗啦。禁區嘅布防就一個對一個嘅，基頓就對列文，摩域治就對住啊。馬高斯最高嗰兩個已經人專人招呼噶啦，咁睇下會唔會嚇俾蘇沙嗰啲揾到機會咧？咁啊睇下點樣處理個罰球啦，又係開近處，咁應該就係 Ricky 咧就一啲嘅練習嘅時候做出嚟嘅一啲嘅安排啦，因為見到幾球咧都係開近處嘅。咁系咪不斷咁開近處，諗住裝對方老狐狸呢？咁啊，最後先嚟開個遠處嚟揾到食呢？咁啊，繼續睇落去啦。咁啊，上半場會保持三分鐘嘅。啊，頭先啊好曬啊，而家就好大風。周圍啲嘢都吹起曬，哎呀！咁啊，馬天尼斯咧就去投訴同球證，投訴阿卡石嘅出腳啦。哦，嗱，依下咧就陸志豪咧就想去出腳，咁但係啊～卡石就呢啲真係好正啊！俾個鞋底你鞋底餅你踢啦。咁啊，徐耀國之前都好多啲唔好嘅消息啊，圍繞住佢嘅咁啊，希望啊珍惜嘅機會咁啊，唔好再令到啲麻煩影響到自己嘅前途啦。哦，依下就到。劉卓軒收到啊，大佬！哦，依下都有少少摁落去噶，借啲椅咁啊，發力摁落去。好啦，保時咧
去了一半了。出界其實呢球波係出咗界嘅，咁但係球證咧就認為鄭少君咧就摳咗阿蘇沙。哇！犯規呢個時，呢、這個嚟到半場前咧就啊好多喎。嗱、啊、幾個都其實見到佢哋後生仔都操得好 fit 㗎啲身形啊，真係羨慕啊！好，看看怎樣部署呢，喂，不是這兩個應該是吧，應該都很不得閒了，劉廣希仲繼續，好，俾啦，嗱，依下用手連少少爭去壓開阿張國明啦，咁啊攞咗黃牌。好啦，球場都要開燈啦嚇，開咗燈啦，因為天色突然之間暗得好緊要，暗得好啦，依下真係開去遠處啦，哦，好彩阿基頓啊，現場開始落雨啦，咁啊睇波嘅球迷又再辛苦啲啦，哇，仲要好大雨喎、啊。咁嗱，保時咧其實就夠曬噶啦。咁啊，係會唔會開埋呢個角球呢？但理論上其實可以唔使等㗎嚇。好啦，今次真係開遠處啦。哦，完半場前俾佢啊，一開遠處，跟住列文頂翻埋中間，許宏峰。好啦。許雲峰臨完上半場前啊，就為呢個冠中南區先開紀錄啦！嗱，真係啊，開咗好多球近處噶啦，突然之間開翻一次遠處。咁嗱，呢球波咧，其實許雲峰之所以入咧，其實劉學銘嘅功勞都好大噶。劉學銘出腳咧係阻咗對方去做一個解圍嘅。咁啊，球證係咪唔記得咗？保持三分鐘呢，咁啊應該有人提一提佢嘅喎，要好啦，咁啊結果保持三分鐘，咁啊但係佢差唔多補咗五分鐘啊，前後啊補上補，咁啊結果上半場冠中南區憑住完上半場前啊許宏峰把握一次角球機會嘅入球咧，就以1-0領先住呢個標準流浪。咁啊！依場波咁雖然咧，冠中南區咧就受到呢個人腳唔齊整嘅影響啦。咁啊，包括陳廣斌同埋呢個史必嘅停賽。咁啊，另外加洛斯嘅受傷。咁但係咧，就始終個發揮上邊咧，就一直都主導住個賽事嘅。咁啊，唯一有啲難題咧，就係中場想去做一啲進攻或者組織嘅時候咧。就往往都是被呢個客軍啊個硬淨嘅中場防守咧，就去瓦解咗嘅。咁啊，其實標準流浪嘅布陣啦，個部署就好簡單啦。中場就係阿卡石去做第一層嘅掃蕩，咁啊，跟住摩域治同埋後邊咧就同阿基頓咧前後包。咁啊，現場而家咧，其實咧就落到好大雨啊！咁可能啊，大家球迷就辛苦啲啦。現場嘅球迷啊，而家見到佢哋好多都撤退啦。咁啊，講翻啊，咁啊，頭先卡石第一度膨脹，跟住咧後場咧就係啊
先是摩域治同阿基顿咧就前后去包抄嘅，咁啊做咗好多瓦解嘅工作，咁两边闸咧亦都十分硬净，咁啊张国明同埋阿徐宏杰咧亦都好称职地咧去将冠中南区两边嘅攻势咧系个威力咧减到最低嘅，咁但系好可惜啦，咁啊临完上半场前咧咁啊。可能一輪的犯規啊，一輪的身體接觸之後啦，咁啊個別年青球員咧都有少少精神唔集中，咁啊俾冠中南區開咗全場前個上半場都是短角球啊、短罰球啊咁樣咧，突然之間開咗個場，跟住咧就俾列文把握咗個球除，為呢個許雲峰咧做咗個二傳，咁啊為球隊就攞咗呢個領先嘅優勢啦。咁啊！現場咧，而家落到好大雨啊！包括我坐嘅位咧，全部都濕曬噶啦。咁啊，工作人員都幫手喺度遮翻啲電掣啊，咁樣。咁我哋轉頭咧就睇睇第一周嘅賽事精華。咁啊，一陣睇完翻嚟再見啦。比得温我撑港超联精华节目，今季有我 Kenneth 胡欣晴为大家送上众人人寿香港超级联赛每周赛事的精华。见到一片蓝海都知道是揭幕战，杰志大斗东方龙狮噶啦，你哋话边个赢？杰志！诶，一班球迷咁热血，即刻去片睇下今个星期的精华啦！今个星期五场赛事，因为天气关系，只系上演三场咁多。揭幕战由力争卫冕嘅杰志，对面白衫嘅东方龙狮。上季呢两支争标分子斗到难分难解，第一场就碰头，当然去到尽啦。全场火药味超浓，未有波入就先有黄牌。开赛四分钟啊，东方龙狮嘅白鹤就因为凶狠拦截华道斯，先令今季第一张黄牌。较有机会打破僵局嘅一球系十三分钟金凤珍呢一球，佢离门三十码施射，可惜高出。对手攞牌，蓝鸟都有样学样啊！十七分钟林志坚因为呢脚收唔切掣而领黄牌，黄牌拎得密之余，双方攻势亦都多。三十分钟有艾力斯射门，可惜冇好好把握，同样高出。到四十三分钟新加盟嘅卢卡斯单拖杀入禁区，可惜越位，先食今季第一个炸壶，亦成为佢加盟嘅礼物。除咗拎咗四张牌之外，双方仲捧住两只蛋入更衣室嘅。换边之后再有炸壶啊！罗广威四十九分钟接应卢高，轻轻松松送入网，无奈出界在先，老友开心咗一秒，笑唔出啦！有主场之利嘅杰志啊，仲要喺六十九分钟打破僵局，由华道斯成功突破后防，轻松射入今季第一球。佢哋之后仲越踢越顺，制造唔少射门机会，不过都敌唔过叶鸿辉嘅十指关啊！上季三冠王杰志最终以一球小胜老对手东方龙狮，赛后啊，杰志主帅朱志光话：咁场胜仗唔代表咩嘅，事关两军仲有排斗啊！今日始终系季初，大家其实都有机会，又亦都有犯错，咁样喺个比赛过程系其实系好紧凑下嘅。咁大致上都系想大家都想逼到对方，咁始终都系季初，可能体能上啊咩都系未系最完美嘅。但系头一场比赛唔算得咩，即系唔作得准嘅，即系跟住始终联赛都系长途赛，咁我谂呢场胜负都唔系话代表一切。成日话有个好嘅开始系成功嘅一半，球队就当然希望旗开得胜啦。周六两场赛事，四队同样争到头崩额裂，火药味同样重。头场由冠中南区主场迎战黄衫嘅香港飞马，唔知系咪因为夏日热辣辣，开赛初段双方只系喺中场拉锯啫。夏志明四十二分钟禁区顶起脚都未能一击即中，两队上半场互交白卷。更衣室出翻嚟，埋身肉搏次数多到数唔晒。陈广斌因为拉低衣告，俾球证直指十二码，兼硬食一张红牌添。扰攘一轮之后，十二码由衣高亲自主射破网，飞马领先一比零。越踢越火之下，最后同场加映双方球员小冲突，仲搞到史必红牌出场添。不过曹源都系无咗飞马，维持一比零胜局。
另一支客队就冇咁好彩啦，骑兵和富大埔喺青衣运动场作客港超新丁梦想 FC。和富大埔今季积极组军，以冲击前三为目标。开赛25分钟已经 feel 到佢哋今季决心，由艾华到接应角球顶入，为球队先开纪录。新签入的名将艾仙道沙道尼个仔伊高沙道尼5分钟之后右路快放压到落底线传中，可惜被谢家荣接实。这位名将后人冇咩表演机会，左路大爆发之后就被黄志聪铲伤，要退下火线，仲需要出动担架抬离场，直奔急症室。少咗秘密武器的大步稳待一球翻更衣室。下半场形势逆转，主队梦想 FC 终于站稳阵脚，埋门次数比上半场多。52分钟拿祖突破大步防线，可惜未能趁门神李汉浩出迎击中目标，仲被及时赶到的大佬梁冠聪大脚解围。和不单行，62分钟大步再有坏消息，暂停封阻对手快开界外球，硬食多张黄牌，两黄变一红离场，亦令大步得翻10人应战。界外球掟得咁特别，又难怪主帅坚 Sir 咁嬲猪嘅。拎住一粒喺手嘅大步，当然希望守住优势，同时拉开双方距离。65分钟由迪亚高单人匹马，由半场杀到入禁区，不过队友谢家强唔争气踢 Q。入替王威嘅廖伟业79分钟喺杰志借将博磨浩谦度抢到个波，可惜被队长陈伟豪一撞，成个瞓低，痛到弹下弹下。而陈伟豪亦因为呢一下领黄牌。大步失咗个势，仲失埋波。81分钟拿祖劲射中柱，造就队友雷斯门前执鸡，为梦想攀平。即球员开心到揽埋一嚿啊！双方之后再冇入球，最终梦想 FC 以1-1赛和打少一人嘅和富大步。至于周日两场赛事，标准流浪对李文同阳光元朗对 RNF 富力受台风影响而要取消噶。各位撑本地波球迷，记得 download 东网 app 睇直播。大家如果想在直播期间同我们的评述互动讲波经，欢迎去到我撑本地波 Facebook 专页留言。如果想随时重温赛事和访问，可以登入 ilovehkpl.on.cc 我们的24小时港超联电视到重温。下集再见啦，拜拜。
咁啊，頭先靜咗一輪，咁啊靜點解咧？因為頭先落咗場好大、好大、好大嘅雨啊，淋完半場前啊，咁啊結果咧就要啊做翻啲功夫，咁啊包括啊遮翻啲插蘇啊、電線啊嗰啲咁樣啦嚇。咁啊而家搞掂啦。咁咧雙方球員咧亦都翻翻入去球場嗰度準備再開波。
咁啊，上半场啊尾段，冠中南区凭住一次角球嘅攻势啦，最后由许宏峰咁啊建功，以1-0领先，标准流浪嘅。咁啊，有球迷好好啊，好好啊，提示我啊，唔系警告，提示我唔好再讲咗标准浩天啊。咁啊，又落翻雨啦。咁啊，但系现场球迷啦吓，仲听到佢哋嗌住 V 啊收，咁啊，即系帮呢个主队打气。咁啊，希望球员啊听到收到晒。有球迷叫我找阿莫生啊、飞碟啊做下访问，但系我嚟咗咁耐，净系见到阿飞碟一次啫，跟住佢哋去咗边咧唔知啦。好，开翻波，荧光幕有功咗啊！全红衫就系主队冠中南区，荧光幕左攻右，蓝衫白裤嘅咧就系呢个客军标准流浪。哇！依下解围曳啲，好啦，去翻阿梁子俊嗰度，好，哇！马天尼斯俾个波落去，路线啊 OK 啊，咁啊，但系对方亦都捉到路。马高斯想留前啊，咁结果都系失败咗。哦，靓波！哦，依下真系好靓喎！啊，见到啊，苏沙同阿马高斯嘅一次，哇，好似真系～大家個腦同步咗咁樣嘅喎，你做二傳，佢知道佢實會咁做咁樣，咁啊好靚啊！呢球波入得啦，終於入波啦！咁啊睇睇啊，咁啊見到啊，鄭少君失咗個波，嗰邊唔理咁多啦，傳埋去，馬高斯身後一控，再傳去俾蘇沙。蘇沙身後一控避過徐雲傑嘅封阻啊，跟住順勢一抽，咁近冇得擋啦，奧力斯咁啊2-0啦，贏到咁啊個戰局咁樣落去，會唔會陳文輝有得出場呢？咁啊，另外基斯頓亦都會唔會要上陣呢？好啦，黎諾賢放上去，其實個地下咧就唔係咁適合咧，再做啲咁有勢嘅地波推進噶啦。原因咧，頭先我所講啦，佢哋冠中南區咧賽前咧都原來練唔到波噶，只係踩嗰個牆嘅啫。咁咧當時已經發覺咧啲草比較個地除咗比較腍之外咧，啲草比較長啊。咁但係依家都冇剪唔到草啊，個環境嘅關係。咁結果咧就而家出現呢個情況，個球速好慢啦。咁加上啱啱頭先嗰陣雨咧，咁可能地波就更加難搞。我睇睇劉卓軒開個角球，咁啊應該係冠中南區嘅球員咧擋咗個波出底線啊！嗱，禁區入邊咧個個都好似識黐手咁樣啊，揈嚟揈去，咁啊企曬阿謙前面，其實好遮住佢嘅喎。咁啊，事先係阻咗啊，咁啊，謝德謙呢下好有經驗啊，個波一到佢手咧就抱埋，跟住撲埋喺地下，咁啊冇人可以搞到佢啦，盡快啊控制曬個波。啊，見到梁子俊喺前邊去擾攘啦，哇！梁子俊咧，其實啊喺個球員好耐啦，我識佢都好多年啦。我哋睇埋啲球波先，依家就直情啊，黎諾賢都冇諗住攞波咁樣。我哋睇埋依個攻勢先再講。好啦，哦，左衞，哦，手球。咁啊，梁子俊識咗佢好多年啦，咁啊，佢踢籃球嗰時好串串共啊，細細個嗰陣。咁啊，佢好多花名啊，咁啊，其中一個啊叫永成啦，咁啊，大家應該可能會知點解啦，因為佢個樣同個藝員個樣咧，我諗有80%係一樣，80%相似啦嚇。
咁另外一個花名叫握手哥，咁呢個名字啊，我幫佢改嘅，咁啊好多球員都知噶啦。咁啊點解咧？咁啊當年佢踢呢個神曦嘅時候，咁有一次咧就入波。咁通常入波啊，梗係同啲隊友慶祝噶啦。啊，佢識做啊，衝埋去後備席同老細握手。咁啊，跟住俾我哋見到啊，細咁笑佢啦。咁啊，自此握手哥成為咗佢嘅啊，佢嘅花朵啦。哦，嗱，依下咧其實大家都出腳噶，咁但係阿國依下咧只腳咧就有少少向上，咁啊危險動作啦依下。係啦，依下有少少。咁當然馬天尼斯嚟個勢啊好兇，咁啊阿國咁啊本能反應都會做啲咁嘅動作噶啦。而家依一刻過咗啊，要冷靜翻啊，覺得自己蝕咗啦依腳。我終於見到阿立立喺我前面行過啦。好，列文慢慢嚟啦，咁啊唔使同你急。咁啊 ，Vicky 踢到依一刻滿唔滿意咧？咁啊，賽後先再問下佢啦。哦，梁樂賢。雙方球員其實真係好唔錫身啊！拍完之後第二下咧，嗰啲咧永冇甩拖嘅，唔到都瞓到。咁啊睇又好睇啊，但其實都幾危險啊！好，加分後阿謙睇通曬就送翻上去啦。好，大佬。大佬沈國輝啊，咁啊同佢嘅隊友啦夏志明啊，雖然年紀就相差咗啊都幾歲啦嚇，咁大佢都幾多嘅，咁但係其實咧原來佢哋細個係街坊嚟嘅，咁啊大佬俾過一張相我睇咧，就係佢細個佢係小朋友嘅時候就抱住個好似 BB 仔咁嘅啊 BB 仔啦嚇，嗰個原來就係 BB 仔版嘅夏志明嚟嘅，咁啊好得意嗰種感覺。嗱嗱，熒光墨粉同唔識衫嗰個啊，立立啊，大家見唔見到啊？咁啊，輸到兩球咧，應該冇乜心機噶啦。咁啊，會唔會啊？要開下會咧？嗱，見唔見啊？郭球奇，郭球奇。好，謝德謙。咁啊，就做爸爸啦，俾心機啊，揾奶粉錢啊！謝德謙啊，好中意玩玩具啊！除咗好多玩具車仔之外咧，咁啊各式各樣嘅，我哋即係可能好多朋友細個時候會玩嘅模型啊，或者公仔嗰啲，佢都有儲嘅。咁但係點解角縮到咁厚咧？好，徐雲傑攞咗個波，俾佢右邊。咁啊，黎立賢做好啲，哇，幾靚喎！其實做就咁做㗎啦，咁啊鄭少君你都第一時間殺到去嗰個位度，咁但係大佬咧個路數啊勝在路數好，個位置咧亦都好強啊 ，cut 咗啊鄭少君條路線，咁喺佢到之前咧就解咗圍，咁啊輸咗個角球，角球似乎變化就冇冠中南區咁多啦，咁都係斬去搏下啫。咁球波爭少少啊，基頓其實喺度遠處搞掂噶啦。哇！又係啲好危險啊，真係個地下個球速慢咧，再俾地波咧，其實就真係有啲冒險。一個放上去，好啦，嗱，見唔見到劉學明咧？遠處，哦，阿秀哥傳埋嚟。哎呀，真係咁啊！話佢摟咗啊，話劉學明，係咪有冇摟咧？係啦，嗱，亦都係啦。咁啊，徐雲傑啦，咁再次講佢嗰個位置，佢成日好識得咧，去用啲身位咧去攞著數，或者縮短個大家體能上邊嗰、那個體格上面嗰個嘅差距啊。佢有啲類似啲好似啲巴西柔術咁樣嚇，攞咗你身位之後咧，就攝去你一啲
腰啊、下盤嘅位嗰度咧，就令到你失平衡啊。咁啊，其實阿志豪都真係好中意用呢招嘅，咁就咁睇下真係做唔做到佢嘅接班人啦。許恆峰咁啊，由前鋒打出身，咁啊打左後衞，咁啊左中場，咁啊都幾多變嘅。得唔得？哦，靚啊！嗱，路線就靚啦。回傳呢亦都其實就咁做就啱噶啦。不過可能啊，馬高斯啊估唔到啊，大佬有依一着嘅啫。因為其實嗰下咧，大佬落去嗰下咧，其實全部包括馬高斯同埋對方嘅球員咧，個重心都向咗龍門個方向。咁啊，估唔到啊，大佬會回後俾阿馬高斯。咁啊，見到摩域治啊，依下攔截咧，亦都係啊中埋個波落啊蘇沙只腳度，角球都唔使輸嘅。咁都係塞爾維亞嘅球員啦。咪當年啊，佢同阿佢第一年嚟啦，咁啊第二年咧，亦都有好多個鄉里嘅，咪包括雲迪盧域啦。咁雲迪盧域而家都仲踢緊啊，咪就喺個陽光元朗嗰度。咁啊，徐雲傑啊，唔係幾滿意啦，依下佢覺得係中到阿蘇沙嘅喎。對付阿蘇沙咧，真係要啲心思啊！包括可能夾擊都係其中一個要用嘅方法啦。咁啊，蝕啊蝕啲，仲未有換人嘅出現喎、啊、好啦，睇睇啊，幾乖仔，球證睇唔到就。球證睇住就舉曬手，好啦，又係角球。哦，今次列文喺遠處就遲咗少少啊。之前一招咧就係比圖負責列文嗰個角色啊，喺遠處嗰度咧就冚埋去，咁啊喺人哋咁後衞嘅盲點嗰度咧就揾食嘅。咁啊，比圖咧上季完之前咧其實就做咗個手術，咁啊要等下啦。應該十一月啊，先至可以復出啦。我睇睇，哇！嗱、那個角度咧就好近啦咁啊，其實應該都有少少距離嘅。咁啊，馬高斯，列文俾翻個波後邊。放上去，中間嗰度就成日都斷攬噶啦，呢、這個咁啊越左位先啦。啊，會唔會試下轉下咧？呢、這個迪恩，咁你輸到兩球，係咪要搏下咧？其實就算你唔換人，你現有嘅人腳你都可以考慮一下咁啊。譬如將基頓拱上最前啦，呢招上年基頓響李文外借李文嘅時候都成日用噶啦。好啦，現場咧又落大雨啦，咁啊球員辛苦曬啦，咁啊球迷亦都啊個環境就更加惡劣啲啦。咁啊，希望有關當局啦，盡快搞掂個上蓋嗰邊嘅看台。好，卡石嗱，正如頭先大家所講，啊，依下要攞牌啦！依下直情係低數腳嚟嘅泰拳入邊嘅，嗱依下，係嘛？見到卡石真係好硬淨啊！真係
咁見到標準流浪嘅球員咧喺我面前，就開始喺阿蘇陽嘅帶領之下咧就熱身啦。但就唔見有外援球員嘅。咁啊，仲有時間嘅，要追到啊！依下靚啊，嗱，線路亦都係靚啦。咁點解會俾人截到呢？正係頭先所講啊，場地問題啦，個球速好慢，個地咧根本上好絕嘅。你仲俾啲咁幼細嘅波咧，咁就條路線幾靚都冇用啦。咁呢方面咧就變通啊，而家要我又截到。咁陸志豪唔理啦，一個方向傳，其實過到咧，過到要過魔域字頭咧都唔係咁容易啊，始終佢個身高啊。米八就有魔域字。好啦，咁啊雨勢咧又大個。嗱，而家見到啦，基斯頓啊，同埋茲利卡士咧，都喺我哋前面咧就熱身啦。咁茲利卡士就係前港會嘅隊長啊。咁嗰邊咧，半中南區咧都球員好輕鬆喺度做緊熱身。咁啊，見到啊基奧啦。基奧之前都有入選香港隊的，他都進步了很多，他知道自己的不足在哪裡，他都很努力的，加上他有身形給心機。阿手哥和阿明仔和阿肥明又交鋒了。阿手哥已經有兩個小朋友了，兩個兒子的爸爸來的，但是阿手哥本身都很孝順，經常都會幫爸爸屋企人手啊，有時喺鋪頭啊，或者去上船漁船幫手嘅。好，哇！依下咁啊，蘇沙傳咗嘅個人技術啦。咁但係個路線咧又係落咗雨啦，個波重啊，去唔到佢想去嘅。反而依邊會唔會做到佢攻勢？好啦，列文依下攔截咧個動作就比較大嘅，但係劉房希咧就覺得冇犯規啊。好啦，慢慢嚟啊！依段時間咧，標準流浪咧就谷到好前噶，咁啊轉下頭又過半場都過唔到啦，呢度又有埋風添現場。好，許恒峰，唔使咁急啊，慢慢。好，陸志豪，啊甩咗啦，俾阿 B B 搞掂咗，截咗之後睇下 B B 點做，放上去。嗱，卡石，哦，好靚嘅球。哇，出耀國，嗱，依下好嘢啦，佢埋去依下咧，其實咧，你大家留意一下，其實已經有摟佢啦，不過拉都拉唔住。呢球波咧，雖然卓耀國入得好靚啊，好冷靜去處理啊，咁啊巴富沙睇到應該嚇幫佢加翻唔少分啊依下。但係俾波嘅嗱，首先當然 B B 依下做得很好啦，跟住俾咗卡石之後，卡石睇到個位俾落去，又有啲細啊，落去一飄個波就向前接。咁見到其實咧已經摟佢噶啦。車雲秋應該拉佢啊，拉都拉唔住啊，阿國啦。咦，咁會唔會又谷起道火，又嚟過又搏過呢？啊，要換啦。不過地咁爛，又子彈嘅發揮會點樣呢？咁啊，大佬啊嘅街坊，前度街坊準備落場啦。現場雨勢好大啦，大家球迷體諒下啦，唔該曬。好，做出一個調動。
就由呢個夏志明入替隊長握手哥梁子俊嘅，咁啊將個隊長臂章咧交咗俾阿陸志豪啊。嗱，雖然啊就冇波入啊，亦都，但係咧佢喺嗰個處理嗰個傳中球嗰度咧係的而且確好出色噶。咁佢似乎又唔係好夠喉喎，子俊本身啊，好啦，劉卓軒放個波入去，咁啊好快俾人解咗圍，哇嚟啦嚟啦，哇依下14號對14號啊，夏志明就對阿肥明，咁啊速度上面咧就應該冇可能啊。張國明啊，及阿夏志明嘅，不過依下咧就腦筋啦，啊個身位嗰度逼住阿子彈，等子彈爆唔到。好，馬天尼斯慢慢做。好，夏志明傳埋中間個大力咗咧，應該係咪？好，徐雲傑冷靜啲啊！啊，咁真係好冷靜。咁啊 ，B B 俾翻佢。你推咧就扎實啲啦，你一cut埋中間咧，即係等於俾咗時間啊蘇三萬嚟逼你，咁依下就球證吹咗罰球啫。如果球證覺得依下唔係 foul 咧，係合法嘅一個碰撞咧，咁就麻煩啦。好，又依招，咁啊又卡石啦。正如頭先所講咗好多次啦，哦，喂 ，OK 喎。正如頭先所講咧，佢喺中場截到個波之後咧，佢係唔係一般，即係唔會好魯莽咁將個波就清走佢。佢唔係要去解圍個波啊，佢係要繼續用翻個波。咁啊，真係好一個好高效率、好高質嘅防守中場啊！子彈，咁啊！子彈出咗嚟之後咧，咁啊，冠中南區就更加簡單啲啦，可以做個攻勢。咁有波就放位，咁當然就唔好放咁多地波啦。始終我都係覺得，因為你睇下球迷，即係如果留心啲睇，個地已經好多窿啦，啲泥都出曬嚟。咁啊，連場嘅大雨加上颱風咧，係令到個球場係有啲質素有啲嚇下降咗嘅。好啦，咁啊，依下咧就話阿志明咧，哦，踢到阿張國明嘅死腳。見到牆邊咧係有啲阿迪恩咧係俾緊啲指示入去啊，叫啊摩域治咧去做一啲嘢㗎。咁啊，當然佢哋講呢個塞爾維亞嘅話，唔知佢講咩啦嚇。我都識聽幾句嘅，不過都係粗口。哇！哎呀，有啲太 Q 噃。好啦，咁啊個好勤力啊，依球波。之所以出現咁嘅混亂咧，就係佢頭先嗰個處理個罰球太 Q， 咁啊都係追翻啊夏志明，好俾落去，哎呀爭咗少少，咁啊球證啊認為阿 B B 咧就越位啦，咁但係其實就算真係越位咧，都係爭好少嘅啫。啊，現場咧有啲雨勢咧又開始大啦。球場都開始有很多水浸噶啦，其實。好放上去，陸志豪俾翻許宏峰。好啦，咁啊，球證依家認為阿徐宏傑就冇foul噶，係啊，我蘇沙，大家拍咧蘇沙之後，
跌咗喺度咋，又俾咁多横串，仲要俾着佢攞咗，你就麻烦啦。啊，见到阿刘卓轩就埋去挑战阿志明啊。喂，依系有啲西咧，个波冇出界嘅。咁啊，见到你啲小球底咧，其实喺度啊。咁啊，标准流浪呢班球员咧，好多个咧，咁啊，有时会跟阿莫生啊去踢下啲小型球啊咁样啦。咁啊，着住对白饭鱼咧，好犀利噶。他们都是用脚板底 去踢球的那些，不是搓球啊这样的。好啊，哇，是做不做到个攻势，传回中间，哎呀，踢了 Q 啊。我再来过，处理好一点，那个地下很烂啊，还推。哇，是啦，为什么啦，刘卓轩那么激动呢，他就叫 BB 你不要在那里扣嘛。那可以证实呢，冠中南区今年的波衫的质地是非常之好啦，这样扯呢都没难的。这个广告位靓不靓呢，那记得帮衬下啦。马高斯依场咧，其实都踢得几辛苦啊，因为佢要面对嗰两个咁高大嘅中坚咧，同埋好体力化嘅咧，其实佢都几吃力嘅。咁但系佢都好称职咧，去做到个二传啦，为阿苏沙咧做个掩护。咁啊，要阿球员本身咧好清晰自己嘅角色先可以做到噶。哎呀，嗱，依下咧。依下是冠中南区后防的一次几严重的失误嚟噶吓，张国明睇到个位置放落去，其实咧 B B 啊黎乐贤依下咧系冇人 mark 嘅，只要佢将个波啊唔系受到场地影响嘅关系啦，佢将个波拿翻埋中间咧，即系阿国咧又搞掂噶啦。我徐仁杰。我落到底先，再传埋中间，嗱，已经几次啦，点解咁空洞嘅后边？我再嚟个，张国明俾落去，哇！依下又系落脚，嗱，依下咧就唔系本身啊，大佬系矛啊，系因为我地下嘅关系，佢落脚咧就成分去晒啦。因为大佬未落地已经举手示意知道大镬了，咁就中了卡石的死脚嘅。好啦，见到阿陈文辉，咁各位球迷可能问佢好翻晒未嘅，咁其实咧呢个冠中南区今季咧季前集训就去了日本啊，咁亦都佢哋个消息咧就封锁得几好啊，咁啊冇乜点提啊，大家亦都冇乜去问啦、啊、吓。咁其實喺嗰邊咧都踢咗啲熱身賽咧，阿文輝係有上陣嘅，咁誒為復出咧，其實都做咗好多功夫噶啦，咁啊包括健身啊、操體能啊咁樣。好啦，要俾牌啦，球證應該，係咪俾阿？應該俾阿鄭少君係咪？嗱，依下見到阿志明其實好勤力噶，哦，係俾咗阿張國明，啊，咁啊有球迷啊，咁啊，其實都唔係嘅，球員都有咁講笑嗌佢，嗌佢做啊 hea 輝，咁其實佢個造型成日俾人覺得佢好似好 hea 咁啊，咁我親眼見識過佢。充滿鬥志的一面嘅，咁就咁啊！我又唔覺得佢真係好 hea 嘅。
不過佢真係要改善一下，即係喺場上邊俾人哋覺得你好唔成日都好似漫不經意咁嘅感覺，這個真係要改一下啦。好，咁啊應該會入替咧陸志豪嘅，咁啊文輝會做翻呢個中場嘅位置啦。咁啊隊長備長又交咗俾邊個咧？咁啊隊長備長交翻俾阿謝德謙。咁啊陸志豪，今場冇機會見到啊，咁其實佢嘅中距離嘅射門咧係好有水準嘅。咁啊，俾心機啦，文輝啊！咁啊，依場波另一個好落力啊，無名英雄啊，即係馬天尼斯啊，喺中場佢做咗好多掃蕩嘅工作噶。咁雖然佢就冇對方嘅防守中場卡石咁搶眼。標準流浪都換人了，劉志樂入替鄭少君。啊，見到阿 JJ 啊，謝雷啊。咁謝雷都是前港隊的成員啦，我哋嗌做 JJ 啦。今日雖然個場地嘅問題啦，咁但係球會應該都係好會好開心嘅，咁就係原來都仲有300多個球迷咧嚇都入場嘅。咁大家如果現場就知道，其實睇波嘅環境就唔係真係唔係幾理想啦。咁啊，再一次講啦，咁希望有關方面咧可以加快啲個步伐，咁啊等球會嚇球迷睇波可以開心啲。哎呀，嗱依下咧球證睇得好清楚啦。踢死腳啦，徐雲傑！咁啊，要抹阿蘇沙咧，其實咧真係真係幾費力嘅嚇。好，開翻個大腳開出個罰球啦。馬高斯又做到個二傳啊，咁但係佢就反而覺得點解隊友冇走位啊，有啲意見睇下。哇！依下啲經驗球員啊，碌咗地先，睇下你反應點。球證冇表示又追過，依下有啦。我哋睇下卡石依下落腳啦，咁有冇 foul 咧？咁咪五波嚟嘅啫。不過咁佢係守方噶嘛，同埋佢只腳都真係有舉高咗嘅咁就。咁但其實好難唔舉高只腳喎，咁樣鏟落去，唔通貼住地咁樣鏟埋去咩嚇？又 foul 又 foul。咁今次咧就吹罰阿大佬話佢摟啊基頓喎，個波滴落嚟，咦其實咁呢個一齊向波，咁啊基頓踢走個波先嘅噃，吹罰 OK， 俾牌就好似係咪咧？好啦，摩域治。各位球迷啊，其實哦，竟然一直都唔記得講啊，記得玩我哋嘅 Man of the Match 啊！你哋響直至我哋會打出一個歡迎收看嘅
多謝收看的字句之前呢，你們都可以留的喎。我話抽筋啊，搞到。好啦，麥高斯點做？快啲啦！奧馬天尼斯俾咗個波，嗱，哇！依下真係犀利，依下其實中咗咁啊，好似，好啊，蘇沙，又交翻後，奧文輝，林文輝不斷示意隊友咧走位嘅。咪攞中場攞翻個波俾翻阿列文，列文見嗰邊路線俾人封咗咧，就回翻後啦。但始終個地真係好難啊！見到阿謙咧，依下都冇辦法，好想將個波踢去邊就踢到邊。好啦，俾落去，再傳翻埋中間。啊，列文 cut 咗啊，劉志樂哥路線啦。好啦，準備換人啦。咁啊，見到啊，迪恩咧已經示意咧叫，用啊，應該由係咪基斯頓會入替啊卡石咧？好啦，真係啦。咁啊，流浪嘅基斯頓入替咗卡石。另外咧，基奧咧亦都會準備入替咯喎。基奧啊，有起碼連埋個保時咧，有十幾分鐘俾你發揮下噶。咁係咪換阿許宏峰咧？咁啊，見仲未見到，如果有傷一個就慘啦。咁啊，其實阿許宏峰都搏到好盡噶啦，今場波打個閘位咧，係啦，咁啊，基奧入替許宏峰，佢打個閘左閘都搏到好盡啊，中咗好多嘢噶啦，都又要助攻。咁啊，睇下基斯顿咧咩料子啦。但系中场少咗啊，卡石系咪影响会唔会冇影响咧？咪即系要睇落去啦。又出嘅慢啲都俾人啄咗去。好，睇到个靓位俾落去啦。好，基奥睇定啲先，中间冇队友噶。咁啊，点样挑战啊摩域治啦？交翻後，文輝，哇！文輝拉曬弓射啊！依下，哇！搞到阿劉翠英中咗炮彈咁啊！喂，好啦，見到對方啊，標準流浪有球員咧就倒地，咁啊徐雲傑嚟噶，應該是響咁啊，同阿夏志明爭波嘅時候咧，就有啲觸碰啦。應該 ，sorry 啊，張國明啊，我唔記得咗張國明係隊長。雖然我當初知道嘅時候，我都唔係幾接受得到。講笑啊！謝德軒啊，不斷趕啲隊友出去，趕翻出去，逼翻上前。咪仲有六分鐘啊，法定時間。哇哇哇！
徐仁杰今場其實表現都 OK 啊。但始終啊，即係佢要真係接到阿虎哥、阿李志豪班咧，佢首要咧就要令到自己大隻啲。哦，好靚喎！依下文輝睇到好痛啊，俾咗個波上前。咁但係馬高斯咧就見前冇，即係前面去唔到啦，咁啊俾翻阿回翻後俾阿夏志明去爆。嗱，夏志明阿張國明要摟噶啦。咦啊！咁啊，輾轉去翻啊子彈度。馬高斯嗰個作用啦，大家見到啦，即係佢做好甘願去做個，雖然係一個正中鋒啊，好甘願咧為隊友鋪橋搭路噶，因為呢度好難得啊，呢度。我睇睇仲有啊，剩低嘅時間有咩發展呢？咁但系仲未見到基斯頓有咩法寶喎、啊，咁啊見到阿張國明啊隊長啊，咁佢都有啲拉拉地啦，只腳後邊啊，咁畢竟都搏到八十幾分鐘，哇！依下好靚啊！咁啊冇吹罰之下咧，輾轉出翻嚟。咁啊蘇沙谷到墮到好後啊！好，奧力斯大腳送前。哇！嗱，依下咧其實應該係阿基奧中先噶嚇。阿徐仁傑埋嚟個勢咧，就應該係我哋睇睇啊，係咪啦？哇！依下直情阿徐雲傑好似爬咗上去啊，基奧個身度踩上阿基奧個身度咁樣啊！咁啊，球證都睇得好清楚。好，文輝啊，陳文輝大腳送前，咁啊落點啊，去咗阿夏志明嗰度。咁啊，系咪喺嗰度搞咧？仲有好多時間嘅喎。喂，咁幾大膽喎！咁啊，做翻出嚟啊，劉志樂。哇！一時間咧，好多人喺地下飛嚟飛去啊。咁啊，基斯頓咧，見到佢入咗場之後咧，都係跑動為主嘅啫，走嚟走去嘅啫。又未見真係有一腳咧，真係上到腳去做啲乜嘢嘅。咁啊，迪恩喺場邊啊嗌啦嚇，咁啊，同埋同助教咧就有啲示意嘅。咁係乜嘢咧？係咪因為啲球員嘅走位唔係好啱佢心水咧？同埋點解唔會諗下簡單啲將基頓攏埋上去呢？即係輸二比一，輸緊二比一咁，同埋個時間都差唔多。咁啊，當然啦，我唔係教練啊，咁啊，教練有自己嘅諗法。好啦，咁啊，見到啊，依下心急咗啦，個落點冇準啊，咁啊，可能畢竟同個體能有關啊。咁當然地下咧水氹啊。泥地啊都有影響啦，咁嚟到八十幾分鐘啦，咁大家有冇咩心水呢？這個 Man of the Match， 好啦。傳中，好啦，蘇沙啊攞翻個波，
又foul啦，廖培峰。咁啊，傾到阿郭咧，應該係同阿迪恩咧有啲意見上面有啲分歧啊！喺場邊咧好大聲喺度講嘢啦。好啦，踢埋佢先，慢慢再執。畢竟都係聯賽第一，你哋第一場踢啫。你越急咧，對方咪唔同你急咯，慢慢猜你。咁而家咧，蘇沙咧就墮到好後咧，做咗個中場嘅角色咧，係去做多啲控球在腳啊，咁啊嘥時間啊。好啦，咁啊頭先出咗啦，咁保時四分鐘。咁啊，肌肉入替咗之後，未有機會點樣去發揮話，反而啊同人哋接咗好多招啦。出翻太陽啊！完場先嚟出太陽，唉！好啦，文輝放個直線，哦，好靚喎！哎呀，點解咧？咁我當然知道係去吹咗越位啦。咁啊，點解越位咧嚇？唔係啊，子彈後面上咩？好啦，又轉個波，又去翻啊冠中南區度啦。咁咦，又到變咗，而家變咗肌肉縮去後面喎。咁其實好想消耗埋呢幾分鐘嘅啫。咁但係又真係要小心啲啦嚇，呢啲不必要嘅犯規攞牌，你又幾唔抵呢？哇！仲有兩分鐘啊，保持。咁啊，蘇西場其實都搏到好盡噶啦，搏到啊！車仁秋，另一個咧都，佢依場其實個壓力都幾大啊，因為對方咧球員都好快啊。馬高斯會唔會係大家心目中嘅選擇呢？咁啊，當然我咧，其實咧，雖然啊標準流浪輸波，咁但其實可能卡石嘅表現都啊，俾球迷留到深刻嘅印象啊。咁啊，依段時間都係混戰居多啦。咁好啦，會唔會係最後一擊啊？好，咁啊大佬咧將個波截咗啊 ，delay 咗。我話各放埋去，哎呀，依下就心急咗啦，依下。咁啊，文輝好似大隻咗好多咁樣啊！好，咁啊大佬同阿夏志明嘅合作啊，咁啊将个波咁啊搏翻攞咗翻自己个交易球，咁啊再嘥啲时间，咁应该冇问题啦。好啦，咁啊球证系咩？有咩示意咧？球证话嗰个波唔啱位啊。
好啦，咁啊，球证咧终于喺补时啊四分十六秒嘅时候咧就吹咗全场鸡，结果冠中南区以2-1咧就击败咗标准流浪。咁啊，雨势冇停过噶吓，即系而家稍微细咗啲，咪继续落紧雨嘅。哇！出现彩虹喎、啊，咁啊，依个景色都几，依、這个情况几特别难。大家见到啦，好多阿车润秋都搏到抽晒筋啦。咁啊，大家见到啊条彩虹。咁啊，雙方球隊列陣咧就答謝入場嘅300多個球迷啦。好啦，真係要多謝啊入場嘅球迷，都多謝咧響電腦啊、手機前面睇依個直播嘅球迷。咁啊，好多個球員嘅表現都 OK 噶，其實始終場地嘅質素咧都係比較差。咁啊，一陣咧仲有兩晏啲，仲有兩場嘅直播噶。咁當然我都希望球迷可以入場啦。咁啊，見到南區死忠嘅球迷啊，咁一陣咧。5:30咧，香港飛馬咧就喺主場大球場對住依個 RNF 富力。8:00咧，東方龍獅就喺旺角場咧對住和富大埔。咁呢兩場波啊，起碼都十分之好啊！咁啊，各位球迷可以入場嘅就一定要入場啦。嗱，見到啊，雙方球迷啊，雙方嘅球迷同埋球員咧都。應該都享受呢場賽事啦。咁啊，賽後而家見到冠中南區嘅球迷咧，去答謝嗰班唔理個環境點樣啊惡劣都入嚟支持嘅一班球迷，真係抵錫啊！呢班球迷啊，好啦，咁今日大頭響香港仔運動場同大家嘅直播時間咧都差唔多啦。啊，我都要去換翻件衫先啦。咁好，咁啊晏啲再見。咁多謝曬今日收看，拜拜。